灯笼点样呢 Lily？ 我觉得啲灯笼好靓啦，好有色彩，同埋好有中国嗰个节日嘅气氛。咁啊，我自己都好中意灯笼嘅。我记得以前细个咧，就我中意个卡通，我每年都会中意唔同嘅卡通咯。咁我就会每一年都会买自己中意嗰个灯笼，咁样咯。系啊，咁呢个好有气氛咯，系啊。OK， 所以大家一阵间都有机会记住喺度影多几张相啦。话时话冇见几年，你高咁多唔出声嘅。你当我今日涉论你自信争嚟啊嘛？你当我而家几失礼，我矮过佢系咪先？好啦，喂，咁啊，不如同大家玩只游戏啊，送啲礼物俾大家。喺度，我哋先请两位现场观众上嚟。